上好，六点半。昨天晚上开箱的这个嘉兰百合，昨天晚上可能有点黑，灯光不太好，看得不太清楚，今天再看一遍。我看评论里边说的像西洋参，也像人参吗？好了，看完了，先放在这边，放几天，不是几天，应该放到一个月。今天的主角是他。应该很多人都认得铁线莲。铁线莲这个是铃铛铁线莲，或者说铁线莲铃铛，它是一个铁线莲里边的一个品种。刚是小花苞，还没长大。这颗特别的一点就是我播种了四年，播种到现在四年，第四年或者说是四年多才开花，出现的第一朵花，所以记录一下，分享一下。之前播种时候的照片好像找不到了，时间太久了，当时也没想要把它记录下来，结果一播就是四年，养了四年。看看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花。还有这个，文心兰应该也是马上要开了，这已经看过很多很多遍了。这个花可能过几天就会被我给它扒拉掉。很奇怪，我这个为什么我这件视频总穿这件衣服，因为它非常好洗，昨天晚上我把它洗了，今天早上它就会干的。前几天的多肉，有位朋友算是邻居，哈尔滨附近的，好像是建议我把这个多肉换一下土。我想留它几天，再留几天看看是什么状态，然后再决定换不换土。说这种土里边颗粒太少，它容易土长，长的就不是屁股的形状了。好嘞，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就是让你们看一下播种四年的铁线莲，有些弹幕上我没法回复弹幕，我就在这里说一下。他说我家湿度为什么会保持这么高，因为我这里面花，阳台的花多，阳台还小，所以它植物多的情况下湿度自然会高。好了，今天到这里，拜拜。